们公司啊是这个龙工上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啊，我是在整个啊就是生产这个装载机啊、挖掘机啊、叉车啊各种啊工程机械，在整个行业中在排行在前三位啊。去年啊、头几年就是年销量啊、都是在同行业中排第一。总装线啊、员工啊、干活比较辛苦，尤其是夏天环境比较炎热中啊、就是说员工反应不适应这个气温比较高啊、自从我公司去年夏天在凯乐环境中订购了几台大功率风扇员工反应效果比较好，对我公司来说也一是既降低节能降低这个电器损耗也满足了下面员工的一些需求，感觉这个还是做的还是比较好的自从我们公司从凯乐环境订购了几台风机，从安装在以及售后中就是说我公司对他们的服务态度还是非常满意的。